对于这种出现这个髋关节疼痛啊，咱知道实际上疼痛啊，都机体出现疼痛啊，咱知道疼痛它是一个症状，啊是一个症状。这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吃一些止疼药，你如果你吃止疼药，可能会掩盖真相，这时候疼痛出现了，提醒我们说关节出现问题了，这时候我该引起我的关注了，另外我该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病了，这时候我们一定得，先找专科大夫先诊断清楚，究竟是什么问题？是关节本身的问题，这个还是关节外的问题？如果问题不大，可能经过这种简单的处理，或者一些积极的康复，可能都恢复了，如果关节真是本身出现问题了，这时候我们在积极的治疗它的这种原发病变，如果它原发病变引起疼痛比较重了，咱说疼痛，刚才我说了是一个症状，但是现在它也上升为一个疾病了，如果疼痛不处理，疼痛太重了，它可能激发我们一系列的这种严重的问题，这时候我们针对疼痛，我们也要进行这种